青年是国家的希望，青年有光明的前途，我们的国家就会有光明的前途。这一场记者会真的相当的具有意义哦，让我们即将要毕业的社会新鲜人可以不用为他们将来的出路而苦恼。如果青年朋友没有工作的机会，不光是没有收入，他在整个工作经验的累积都有可能会受到损害。这个时候需要在座的各位，还有有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更多的企业主，一定要设法来帮助我们年轻人。虽然我们的人数不是很多，但是每一份工作职缺都代表它存在的意义。所以我们为了这一次磨合我们青年跟企业之间，争取企业界放出更多的工作给我们青年朋友，市政府这边帮青年朋友的就业可以说做了超前的部署，让我们一起把高雄打造得更好。谢谢大家，万分感谢，谢谢。